Ugh!
下的街头，谁路过马尔的路口 24/7 有热辣的状态 ，It's for sure， 跟着我走走。长沙人最讲的塑料，普通话也炸，一日三餐绝在香料大，再干杯再干杯，余味的透。掉下了大树我都背，烟雾化作我有 day， 塑料不当我不收费，从宝鸡鸭走你贵。他说是兵线也无感，就算我也无感，小部队地方也无感，我还是打算你莫在。
I still got anxiety, that's why I keep it on me.